标题喜讯，复仇者联盟4定名终局之战首款正式预告信息量太大。好消息，复仇者联盟4预告终于出来了。此前复仇者联盟4的预告跳跳了无数次，粉丝苦苦等待，但漫威官方就是不放出一点消息，但该来的总归会来的。复仇者联盟4首支官方预告在此，快来一睹为快。这次的预告体现出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。此前曾经有传言称，即使复联4如约放出了预告，但影片的副标题还将继续保密，并不会公布出来。如今预告已经放出，副标题终于公布，确实就是中文正是一名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。据导演罗素兄弟称，复仇者联盟4时长仍将保持在3小时左右。罗素兄弟表示，这是一部非常复杂的电影，复仇者联盟存活的仅有钢铁侠、美国队长、普雷神、黑寡妇、绿巨人等初代成员，还有不知去了哪的鹰眼和深陷量子领域的艺人。最终剪辑版肯定会有很多故事，反正我们觉得时长一天也没问题。此前惊奇队长首款正式预告的结尾中，一句逆转无限，直指复仇者联盟4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在复联3中打响的无限战争必将随着惊奇队长的强势到来而终结。在复联3结尾彩蛋里，神盾局前局长福瑞呼叫了惊奇队长，这也是复联4的重要伏笔。据悉复仇者联盟4已经杀青，包括后续补拍，将于明年5月3日在北美上映，全片时长预计3小时。已故漫威之父斯坦李将献上谢幕彩蛋，来自淘票票媒体号淘票票编辑部。